不说人字部吧，好不好？那个牙线有口红，要不要擦一下？怎么能这样？这样不好吧？ 我们是要是不是特别给麦吉面子？对啊，挑战的角色当然是下一个角色。那就是一个一个猜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对，然后你猜中了才能吃，你猜中了是胖虎吃。这里边是什么呀？薄脆虾仁，粉红脆虾仁。那不就是包子吗？奶黄包。烧麦吗？ 这是果可以吃的，对，这是也可以吃的。我不想吃。鸡块？不是。古老肉？不是。蒜香生排骨？排骨应该跟古老肉差不多吧。You what？ 我是假的王源，哈哈。。老板还要你？灵魂大作。灵魂大作。好不好看？一般在看一面。没有，不给你看。是不会扭的。对，没有问题。我拿个扫把好不好？不，那边才是正面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好像。 像这样是吧？哎，他们不是还有那个接手手吗？你们有谁尝试了这个？我是不是，你是不是？他的戏里边经常有几次被打伤的，对不对？拍三天去医院两天，检查这个伤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当然是假的。那小袁在里面呢？我是游击手，就是负责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 游击手，大家这个太简单，去网上查，好吧？反正这个讲起来就深奥太多了，对吧？好的。等一下，导演，你给我站着，出来打一架啊！来打！你小子，你们好没品味哦。